雨轩，你来了。你换衣服了？嗯，我的衣服刚才借给别人了。可衣服不是在这儿吗？你借给谁了？杜依娜，她拿了我的房卡。房卡？嗯。她为什么会有你的房卡？ 雨轩，这是个意外。还有意外？你听我解释，不是你想的那样的。骗子，大骗子！以后我会多多注意的，离异性远一点。说的好像我逼你的一样。都是我自愿的，傻瓜，我的眼里和心里都只有你。 抓好！雨轩，你没事吧？你走开！傻瓜，你误会我了。我没有。你刚才看到杜依娜从我房间离开。 那是因为我拒绝了他。言情哥哥，我房间就在五楼，去我那喝一杯吧。不了，我女朋友还在等我。那你的衣服？你先披着吧。 你回来了，你怎么在这儿？我想把外套还给你。好，那你可以离开了。言承哥哥，我有话跟你说。那就快说吧。就在这儿。嗯。好吧。言承哥哥，我从国外回来办巡回展览。 只是想让你看看，我已经不是当初的那个小女孩了。我想告诉你，我喜欢你。我一直认为，以你的性格，谁也看不上。可是我没想到，刚回来就听到你有女朋友的消息。请自重，我已经有女朋友了，而且。 也希望你明白，请尽快离开，免得我女朋友误会，我可是要哄很久的。燕城哥哥，我到底哪里比他差了？你为什么连最后一次机会都不肯给我？你从来就没有过机会，也不存在最后一次。燕城哥哥。
还请你尽快离开吧，我只爱寻雨轩一个人。就这样。 你确定？沈小姐，您是来找顾总的吗？嗯，他在雕刻室吗？他现在应该在藏品阁，我带您过去吧。不用了，我知道在哪儿，你去忙吧，谢谢。嗯。又想起您的初心啦。你怎么来了？刚到。你来这里找灵感啊？是啊，小时候就是因为这尊雕塑才对雕刻起了兴趣，也想自己雕出一尊仙女腾天，真想知道祖先故绪是怎样雕刻得如此栩栩如生的。或许他是见过了真的仙女跳舞，才能有这样子的灵感吧。包括送给你们家仙女腾天图的那个人，我觉得他一定是见过真正的仙女，只有照着仙女画才能画得这么传神。虽然画像跟雕塑一模一样，但可以看得出他们对仙女的情感完全不同。几千年前的仙女什么样就不得而知了，但是感谢上天让我遇见了我的仙女。这个呢，就算奖励你的，你一定要好好雕刻。我先去个地方，晚点回来。吓我一跳，怎么回来不打个招呼啊？爸，妈妈的那些东西都在哪儿啊？什么东西啊？就是关于舞蹈的那些。又想着跳舞啊？那都把你跳进医院了，怎么又要跳啊？哎呀，爸。爸，我已经好了，我想学跳舞。好什么好啊？别说你那个创伤应激症啊，就说你八岁到现在你还跳过舞吗？你还怎么跳啊？不给。我就是想学妈妈当年跳过的一支舞。什么舞啊？我印象里小时候妈妈在我厨房呢？谢谢爸。瞎折腾了，真是。你妈妈的，啊，行，你自己看。对，姐。
睛，看那个方向，对，看出去，随着眼神把胯顶出去。爸，咱家以前那个 VCD 机还在吗 ？VCD 早卖了。那这些我就拿回去看了。哎，等等，看看这个。这个动作，感觉跟仙女腾天图还有点相似。我看看。爸。这个剧院现在还在吗？这个好多年没去了，都不知道在不在了。哦，那我自己过去看看，我走了啊。哎，大老远的来一趟，不在家吃饭啊？顾彦成马上就要比赛了，时间紧迫，下次我回来之前给您打电话，拜拜。哎呀，总算知道了。为什么女儿是父亲的小情人啊？有了男朋友不要他爹了。老婆啊，这我的心头肉啊。没错，这就是妈妈当年跳舞的剧院。你好，你好，什么事？请问今天这个舞剧还有票吗？有，你要什么位置？现在还剩什么位置？什么位置都有。那要一个前排最好的观看位置。480，过去了。那，谢谢。这没人看的舞剧还有人来买票？真的好像啊。好，好，谢谢大家。观众不能进后台。
哦，您好，我找人，您可以帮我问问吗？你找谁呀？就是刚刚在台上跳舞的那个女孩。你说她是女孩？不是吗？你连男女都不知道。我再说一遍，陌生人禁止进入后台。麻烦您帮我问问吧，我真的有很急的事情要找她。不行不行，您快出去吧。徐宇轩，我认识他，你去忙吧。好。竟然有这么好看的男人，而且还认识我。徐宇轩，你怎么来了？你认识我？你不认识我了？是我，高佳倩。高佳倩？小时候你还跟你妈妈来过这个剧场呢，都忘了。喂，你是谁呀？这里正在排练，闲杂人等是不能进来的。你别误会，我爸爸是剧场的工作人员。那你是来干嘛的？我是来看仙女姐姐跳舞的。仙女姐姐，你说的是她吗？你喜欢跳舞？喜欢，非常喜欢。那我可以教你啊，我会。可是我爸爸说男孩子不能学跳舞。你爸爸说的不对，只要自己喜欢都可以学的。我好想像仙女姐姐这样在舞台上跳舞啊。没问题，我跟我妈妈说一声，让她教教你。她是你妈妈？是啊。当年事故之后，我就再也没见过你。你现在还跳舞吗？自从事故以后，就不再跳舞了。对了，刚刚你跳的那支舞是我妈妈当年跳的那支吗？没错，当年阿姨的舞蹈让我一直不能忘怀，后来就坚持学了跳舞。这两年找到了当年的编舞老师，重新编排。就是为了让这出神女的舞剧再次被大家看到。但怎么了？没什么。宇轩，你这次来找我有什么事吗？本来我是想过来碰碰运气的，但现在我想请你教我跳舞。可我最近有演出。算了，反正下一次还不一定什么时候能演呢。我可以教你，而且我的时间也很自由，你可以来我们舞剧的排练室训练。那你想什么时候开始学？我希望越快越好。你确定？你快20年没跳舞了吧？我确定，而且我希望能在半个月之内学会。半个月？我知道这样可能非常的困难，但是我刚刚看你跳舞的样子，完全有我妈妈当年的风采，真的很美，所以有你在，我很有信心。对我这么有信心？嗯。好吧，那我给你制定一个计划，从明天就开始正式训练。好，我一定会努力的。你怎么还没睡啊？怎么这么晚才回来？发生什么事了吗？哦，我去了我爸那儿一趟。要不明天我把叔叔接过来吧。哎呀，没关系，以我对他的了解，他肯定不愿意过来的。吃饭了吗？吃了。
从叔叔那里过来，来回都要4个小时。下次我陪你去。嗯。好，知道你最心疼我啦。啊！啊！怎么了？好痛！怎么了？怎么了？没事吧？因为，我心疼。高嘉谦，宇轩，怎么又不认识我了？你昨天是一个漂亮的小姐姐，今天是一个帅气的小哥哥，我怎么敢认啊？作为一个专业的舞蹈演员，昨天的我就是一个角色，今天才是我自己。果然专业。哦，你给我发的图。你给我的图我已经看了，所以根据你的要求，就是这个舞蹈里面必须有仙女腾天这个动作。对对对。还必须是一个敦煌风格的舞蹈。很难吗？你妈妈当年就是跳的敦煌舞。敦煌舞其实并不难，只是您这个画工啊，着实有点考验我的想象力。我是灵魂派系的，贵在灵魂不在外形。虽然我画的是挺一般的，但这个动作其实是很美的，你就将就看看吧。这我可以加钱。这倒不用，你给的学费已经挺丰厚了。那半个月的时间，根据你的要求，我设计了一套方案，大概半个月能出一个成品舞。嗯，但是每天得有10个小时的训练时间，你可以吗？没问题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就开始。好。来，你先跟着我的节奏做几个动作啊，先这样这样，但跟着我的节奏，5、6、7，走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慢慢抬腿，手过去。2、2、3、4，定住。哎，立住啊，来立住，腿。膝盖打直，膝盖打直。然后下一个动作，5、6、7、8。雨轩，掐一个正向的兰花手，转一个圈，对，眼睛看手啊，上，右手放胸前，拉下去，左手接着往上走一点，对，眼睛。看那个方向，对，看出去，随着眼神把胯顶出去，右边的胯往外顶，对，来，然后把腿抬上来，慢慢抬腿，手过去，
哎，立住啊，来，立住，腿，膝盖打直，膝盖打直，哎。妈，我好累，我不想跳这个了。那我们家宝贝想学什么呀？我想跳美秀的那支舞。你现在还小，基础都没打牢呢，等你长大了好好打牢基础就可以跳了。那我想跳，妈妈，你完整的跳一遍给我听听吗？好啊，等过两天妈妈穿着好看的舞蹈服给你跳好不好？好。来，好好练习。手怎么样来着？转一个圈，右手放到这儿来，放下。手腕，对，这然后，哎，然后呢，你就把胯顶出去，胯顶出去，眼睛看向右边的方向。宇轩，没事吧？我没事，就是有点晕。看来是因为太久没训练，这么高强度的练习，你的身体应该吃不消。看来要改变训练计划了，我们。没关系的，不是这个原因，是别的原因。是什么原因？我们继续吧。哎，宇轩，要不咱们先休息一会儿吧？没关系，时间不等人。好，那你跟着我，我们慢慢来。嗯。还是刚才那儿。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，二、三、四，停住。五、六、七、八。到这儿，手要到这儿。立住，脚也是外开。嗯。对。每次这个动作的时候，到这儿都要立住。嗯。要形成身体的肌肉记忆。接着下一个，五六七，走，蹲，转圈，手上。花店最近很忙吗？你怎么这么累啊？没有了，我就当是锻炼身体了。你不要忘记，我以前可是学跆拳道的。那也不能累到自己啊。如果人手不够，就再招聘一个。放心吧，我有分寸的。那我先去洗个热水澡。七八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二二三四五六七八，三二三四五六七八，四二三四五六七八，五二三四，来，身体立起来一点，走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手立起来一点，来打直，好，这边上来一点，还有脚，四。五六七八，对，等一下，手要这么转，上再顺回来，
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，二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，留头转头，嗯，盯着前面，啪，再倒，啪，这样。抬高一点，身体塌一点，这样好。五六七，手高一点，对，嗯，身体尽量往下塌一点，好，这样。对，雨轩，你先休息一会儿，我接个电话。好。武桐有什么事吗？什么？好，我马上过来。佳倩，发生什么事了吗？雨轩，我有事儿得出去一会儿，你先自己练，我晚上回来给你补时间，可以吗？没问题，你快去吧。好。好了，雨轩，今天就先到这儿吧。那行，辛苦你了。夏倩，我先走了。哎，雨轩，今天因为我的事耽误了你的时间，太晚了，我送你回去吧。行，那我们走吧。好，走吧。雨轩，你这房子也太豪华了。今天真是麻烦你了，这么晚还送我回家。没事，是我耽误了时间，让你回来晚了。那我先回去了，明天见。嗯，明天见。还明天见？明天见。对不起，我回来晚了，让你担心了。不过我确实没有想到你会打那么多电话。我不是让你提前告诉我，我去接你吗？哎呀，我又不是小孩子了，不用每天接送的。那个送你回来的男人是谁？他呀，就是我一个朋友，小时候就认识。为什么是他送你回来？他有事情找我帮忙，觉得太晚了就送我回来了。怎么啦？吃醋啦？吃醋？怎么可能？论颜值、身材、事业，每一项我都那么突出，吃醋不可能。霸道又自恋的毛病真的是无人能及。但是我喜欢。我这是自恋吗？我这说的都是事实。是事实。
那我上班去了。七个。那我走了。拜拜。拜拜。拜拜。林总，早。早啊！大家加油！刚刚林总笑了，看来他今天心情不错。嗯。行了，大家都赶紧工作吧。中午想吃什么？日料。这样会不会太冰冷了？想吃日料。太恶心了，日料。没问题。突然想到那家日料有点远，可能要耽误时间，我还有工作要赶快处理。要不然我提前叫外卖，中午来你办公室吃吧。就说你找我谈话。好。工作时间不好好工作，还有时间在这里聊天？你今天中午赶紧把花期的图都修好了，林总那边着急要。我记得我昨天已经发给你了，但你还没回复我。所以是我的问题，我没有回复你，你就不能来问我吗？你们这些新人怎么现在一点工作主动性都没有啊？现在调出来，我要看。这色调怎么这么差呀？完全不行，一点青春的感觉都没有。那你还想怎么修？行吧，反正到时候你再重修几版吧，我们来选。哎，姚远，不要以为光凭一张脸，你就能在职场上投机取巧了，明白吗？你这话什么意思啊？就是字面意思。好好工作，不要天天想着用脸用女人吃饭。你说的是我吗？林总。林总。